今天凌晨，强台风法西在日本千叶县一带登陆了。那么受此影响呢，日本首都圈内的铁路从昨天晚上10点就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停运。仅仅是新干线，在昨天就取消了超过100趟列车。那么有关目前台风的情况，马上我们就来连线我们在东京的财经频道特约记者胡一胜，请一胜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。一胜，你好，来，时间交给你。好的，主持人，我现在所在的呢是日本东京涩谷车站前啊。今天凌晨呢，台风法西是在日本登陆，那么目前呢已经是离开了东京及周边地区。我们也看到东京的街头呢已经恢复了晴朗和热闹啊。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东京铁路交通大面积瘫痪的状况呢，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。在我身边的这个涩谷车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有序的进站出站啊，比起早上混乱的局面呢，明显是恢复了不少啊。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啊，其实现在在车站内的站台上呢，人员还是比较的拥挤啊。那是因为呢，在停运之后呢，车辆的班次有所减少啊，因此呢，导致部分乘客上车困难，所以呢，混乱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而由这个停运带来的影响呢，可能也还会持续。那么其实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左右就一直在东京的涩谷车站前啊。早上最混乱的时候呢，是在早高峰时间，在这个入口处聚集了有数百人的乘客啊，在等待的上车。但是当时呢，这个检票口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的。那么其中很多人都是上班族啊，非常的焦急的感觉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也在当时呢也了解到了，原本这个山手线列车是预计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就可以全线恢复通车的，但是呢，最终是推迟到了10点左右。那推迟的原因呢，是有一些树木在台风中受到了影响啊，导致线路不畅通。那么除了铁路交通之外呢，东京附近的一些高速公路啊，也处于关闭的状态。而在航空方面呢，今天日本东京有将近170多个航班停飞，其中呢也包括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班。那么目前这个台风是没有在中国登陆的，但是呢，在日本是已经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。目前已经有1人死亡，30多人受伤，而且呢，造成了包括东京、神奈川等等的地区，共计90万户居民大面积的一个停电的状况啊。那么预计在今天晚间呢，台风就将离开日本境内。那么我们有关此次台风的后续影响呢，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我们在日本东京带来的报道，主持人。好，感谢一胜在东京涩谷车站为我们带来的报道，谢谢。